很多的书名讲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在于年轻人了。他们想到就年轻人的未来，可是我们可以注意到，韩国一到了彰化的时候，就开始提出一些年轻人政见，还从北到南跟着年轻人座谈。但是他们现在想尽办法，就是要找韩国瑜，你要帮年轻人，我就要把你黑到底啊！你即使那学贷的利息，我也不让你能够这样子政策发表出来啊！现在韩国瑜好不容易提出来，希望照顾一下我们的年轻人，希望让我们年轻人的负担轻一点。结果呢，蔡英文民进党全部一个都酸言酸语。老实说啊，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韩国瑜在举办青年论坛，不管年轻人提出什么问题，韩国瑜都是正面回答的。那蔡英文敢把他对年轻人这种态度举办一个座谈会，他敢在里头直接讲吗？花这么多钱去盖蚊子馆，去养蚊子，为什么不花钱去投资我们下一代的孩子？养蚊子重要还是养孩子重要？每一个年轻朋友他不会随便跟自己的信用开玩笑。那今天将近还有40万左右的年轻学子还不起学贷，政府一定要把利息吸收，而且要告诉这些借学贷的青年学子们，不要怕，政府会做你的后盾。民进党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多年轻人在支持你们，可是年轻人不可靠，因为年轻人到时候睡过头了，或者是懒惰了，或者是要考试了，他们就不屑去投票了。老实讲，我说真的，如果蔡英文用他那种冷言冷语，用他那种冷冰冰的态度，用他那种你自己去找你的老板解决，你要自立自强的态度，我看年轻人恐怕不会放他出去，恐怕他那个会长他出不去。所以这个就是蔡英文可怕的地方，因为他根本不想听任何人意见，他只要年轻人的选票，其他都不要。韩国瑜说，其实年轻人去贷这50万，老实说，谁会愿意为了50万打坏我一生的信用？我当然是年轻人有能力会尽量去还。结果我们的教育部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哎，这个不能这样做，要小心哦，年轻人会去套利哦。哈，变成会去套利啊？套什么利啊？拜托，你每个月利息多265块钱，你265块钱要套什么利啊？这个政府把我们的年轻人都当贼，你知道？你们台南人的子孙都被人家当贼了，我们还要忍受这种事吗？现在你们继续黑没关系，他们现在呢，李嘉芬说，如果这个学就是这些那个学费呢，到时候贷款如果真的有人付不出来，政府就吞下去吧。他们也开始要在那边造谣，也可以在那边生事。他讲的是什么？因为莫忘世上苦人多，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就是付不出这个学贷，他很想念书，可是他家里经济状况不允许。那这样的人，难道我们的政府不能够让这些经济上真正有困难的人，让他好好读书，让他不要有后顾之忧吗？实际上，我在告诉大家，早在2011年的时候，蔡英文自己曾经提出过类似的政策，管碧玲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东西。民进党过去在野的时候，也告诉大家说，学费这些东西，那利息要免除啊，其他的东西要优惠啊。就等到他们执政的时候，现在要告诉你这些都不需要，现在要告诉你韩国瑜讲的都是错的。那实际上我告诉大家，真正错的是谁？真正错的是现在的执政党。所以我必须讲，他们继续在黑，越黑越好，因为越黑越让大家看清楚民进党的丑陋，越黑越让大家看清楚他们已经没步了。实际上大家有注意到吗？韩国瑜提出一个学费免利息的事情，高教师就跳出来讲说这样会一年增加16亿预算。可是他忘记告诉我们一点，你一个前瞻就8800亿，你随便这半年来你大傻逼就撒2000亿，买个 F16 就多少钱啊？结果16亿你在斤斤计较，在跟我们的年轻人计较，这样对吗？对。其实我觉得台南人最需要出来讲话。你要知道台南在6都里头收入不是最高的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最近6都里头房价涨幅最大是哪一都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台南啊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糟了，然后想给年轻人一个喘口气的机会，想让他们有一个梦想，能够买一个属于自己房子的机会，能够满足自己学业机会都没有。
我们还要忍受这个政府下去吗？我们的周边的年轻人，许多人为了学贷的问题，现在正在伤着脑筋之时，蔡总统居然把年轻人当作是贼一般。但蔡总统现在这个时候，他又把他自己支持他的年轻人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都是兵端，因为你们如果不出来投票的话，相对的蔡总统就可能拿不到年轻人的票群了。”可是村长，如果“兵端”这个字是韩国瑜讲出来的话，那不是韩国瑜就完蛋了？赵良文啊！啊、哦，蔡英文讲少年人未可靠啊！哎，今天这句话也是韩国瑜讲，讲少年人未可靠，你甲看明仔载我发，所有的政论节目绝对甲蔡，绝对甲韩国瑜绝对连甲，真正未输安尼，伊就安尼九九四十九天咧连仙丹同款，安尼甲迄个火炉内底连。不过不管伊安那连，连到尾也出来，我也是同款哦，金眼哦。金眼的这个什么？火眼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啦，国家那人嘛是同款啦。我那和你无法度那个掌握袂调啦，了解哦。所以讲哦，不管安那人安那乌，拢无效。因为啊，这个少年人今嘛开始有滴个地角啊。因为韩国瑜在这段时间所提出来的这个政见，不管讲是学贷也是好。不管讲是游学也是好，真正就是去拍到这个少年人的内心上界脆弱的迄一块吧，甚至是拍到咱时代人咱的艰苦、咱的依诈、咱的迄种生活、咱的心肝内的话，透过韩国瑜的政策完完全全甲咱讲出来。韩国瑜伊这个政策会当讲，让会当感动的。结果蔡英文会紧张未？当然就紧张咯。对。苏贞昌会紧张未？当然就紧张咯。所以因那是紧张，尤其苏贞昌啊，苏贞昌那是真一紧张哦，笑话就三日乌白脸，伊咧嘴作酸的吼、哦。啊，事实上啊，这就是这苦人所苦哦，苦民所苦。啊，这韩国瑜就是真正伊要用心伫咧要爱百姓。啊！因即马就甲抹乌咧，哦，啊，恁把韩国瑜拢困到中昼啦。以前伫咧北龙的时阵啦，我以前咧做花，你知哦？我拢三更半暝三点外去拍卖市场啊。北龙伊咧卖蔬菜的，大家若要去菜市啊去买菜，就知影咧，对不？因咧是三更半暝咧无闲，甲天光的时阵才小困一下，困啊起来中昼，才阁起来阁做工过。伊安尼买单甲抹乌。咱甲出来解说了，伊安怎讲？你知道？伊讲啊，人我唔是讲北龙啦，伊是即马做高雄市长嘛，是逐天困到中昼啦。高雄市的议员含桌顶都磕起哩，有可能哦？韩国瑜困到中昼吗？无可能。即个乌白讲，即个话乌擦白话，因都讲会出来。我阁甲大家讲，咧心预算的时阵啊，阮这拢做过议员的。是啥物人心预算？县市长需要讲倒爱伫个即个预算诶，即个心预算个台面啊，互议员质询。迄是各局处个局处长以及着副市长，将来嘛毋免是地方首长。结果高雄当硬要安尼做鬼做怪，用一个韩国瑜个牌啊，啊伫遐咧乱抢麦克风，啊钱伫个台顶啊拍甲流个流滴。这敢是民主国家？这敢是民主国家？啊！恁诶，这我呢，如果骂着恁台南人俩，啊，恁台南以前的市长偌清正，会使你议会唔入去？啊，人用请假的啊，安尼袂使哩？啊？六个月会无入去，无入去议会，啊，恁台南人拢袂起性地，无法度，真好办。真个变啊，傲慢就该变啊，对不？台南人挡会牢未？挡袂牢就该变啦！即马大家拢要学台湾要变一连顿啊，吼！绿地变哪天啦？哎，强强棍，看着年轻人，你自己家里有小孩，他们从这学
读书的时候他们还要付，这个时候开始学贷，等到一毕业之后呢，学贷每一年每半年都开始要付钱，甚至还有包含利息。现在韩国瑜提出了个政策，结果蔡英文还要打枪说这些年轻人都是贼。但你看到后面，他们等到毕了业不只要还学贷债，他们要成家立业，要跟爸爸妈妈分开了，想要买个房子，房价又一直高涨，连房贷都付不起，年轻人未来在哪里呀？民进党哪个执政率台湾都无前途，绝对无前途的啦！恁有伫看中天，恁绝对足清楚。今仔中天敢讲了，北京电视台唔敢讲。单局的这个民进党，蔡英文的民进党，单局一个红起来，蔡英文就安尼甲拍落，安尼，搁一个苏贞昌，这阵哦。我跟你讲，执政无能，啊，佫就会找这落选团队来参测会。人韩国瑜起来，人要照顾这些少年人、这学生囡仔，一个学贷、学贷。人讲啊，你家庭都互你母家艰苦啊，你都做政府无能啦，啊，治国无半项，啊，无倒母经济啦，啊，无这囡仔要求学也足艰苦。韩国瑜想讲，啊，无咱来交换学生。哦，就是讲台湾看一年出偌济群，你便出偌济群来，吼、哦，一年来交换，安尼囡仔咱来出去，佫免开什么钱，啊，佫会当学着双语，迄偌好的一个政策呢？啊，配合吼，讲甲袂正，是家己讲无够，佫叫遐夭寿骨的电视台讲来斗，迄台湾偌惨，你敢知影？等要买一间厝，几个少年家，我今仔看足侪少年家，你要赚买一间厝，看你要安怎赚，你讲我听，看要安怎赚，看要安怎赚呐？因为执政，因为当安尼看看的，因厝内面的人、亲戚、朋友，看看的，一年领500万以上的将近800个，什么概念？千外万的卖讲哦，一月去领50-60万，遐人凭啥要领50-60万？凭啥会？当然，恁艰苦的死啊，因免啊，啊恁倒去赚呐，偌济家庭。为着囡仔要读册、要补习，拢无钱，送去外围读嘛无钱，还佫住，还佫租宿、租厝，啊，拢无钱。所以这学贷，韩国会讲出来讲，啊，无这学贷卖利息，卖利息啦，补助安尼，安尼也袂使，放尿也袂使，穿水沟也袂使，乌铺路也袂使，穿消灭登革热也袂使。啊，你看这款的震动、腰受动啊，这个。这款人唔知什么动啊！啊，一天到暗在你批评、批评、批评。所以你看中天，才会当看到真实。你若无看中天，你甲存你别台看遐妖兽过来，就规工伫遐咧洗脑。我头拄仔坐伫遮，咧想想讲，啊，这局个选举，大家拢个喷喷。咱安尼啦吼，韩国你做，咱大家拢看有啦。咱个艰苦，咱嘛拢知啦。面这种执政个无能，咱嘛看出来啊啦。啊，即马要安那？即马要安那啦？啊，今仔讲变，今仔讲变，我都唔知要为着变去咧，我唔知你来心肝来安怎咧？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安尼啦，咱反正今仔日这是现场的啦，不如安尼啦吼。为台南富城开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咱这的庶民第一站来伫台南，咱为今仔开始，咱就为台南。展现着咱的气魄，为台南开始，好不好？你有要改变无？你有要支持无？你有要替人国语无？你有要民进党落台无？讲个心内话哦，大度讲哦，完善菩萨哦，脚踏地头都疼哦，当中无变强个哦，只能甲韩国瑜叫十票无？叫民进党的票啊无，但我唔相信。来，历史的改变为台南富城开始，要支持韩国瑜的人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改变的时机到了，改变的时机到了，改变的时机到了，全民进党下台。改变的时刻，为这阵开始啊！讲给大家听，
为台南开始改变的世界，靠咱大家，感谢。